My name is Eisten. I'm the center leader of Street Styling Every Center. 今天我也想借此机会呢，在这里向大家拜个早年。希望各位爱多美的家人，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呢，可以十全十美，旺旺旺！谢谢。当然，如果你说到新年的话嘛，对华人来说，新年当然是要送礼。那说到送礼呢，以前呢，我们都去买什么肉干啊，这个礼篮啊，那个礼篮来送礼。那么，请告诉我各位聪明的爱多美家人们，今年送礼要送什么？爱多美的产品，对不对？对，尤其是我们有那么棒的爱多美的产品，就好像昨天我们在开领袖会议的时候呢，公司向我们说，因为各位爱多美家人的努力，我们在一月份我们的 sandwich lover 呢的那个售卖量呢是十二月份的三倍，就是因为你们，谢谢大家。那在这里，其实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这里有打工的嘛，对不对？你们打工的，你们懂不懂啊？要识走。新年的时候哈，如果老板呢还没有起你薪水的话，你懂要送什么东西最适合吗？就是我们的 sandwich lover。为什么呢？你们懂它的华文 sandwich lover 叫什么吗？夹心海苔嘛，对不对？夹心夹心夹心，听下去像不像夹心啊？像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老板还没有识走起你薪水的话呢？今天回去赶快订一盒交给你老板，然后再跟你老板说，老板送你的夹心海苔啊。然后呢，如果他还不要识走起你薪水的话呢，你隔一天你再去问他，老板昨晚送你的夹心海苔好吃吗？啊，这样就敢保证他一定起你薪水了。再来呢，就是平时都不打扫家里，那新年的时候呢，突然间来打扫家，也要动动身体的话呢，那我们的精油贴布就好派上用场啦，那里痛就贴那里，而且呢，最好的是新年之后也可以用。为什么呢？新年吃太多，吃肥了嘛，对不对？那还粘嘴巴，粘了嘴巴就可以减肥了。OK， 好，所以今天的开场白就讲到这里。那我也很想感谢呢各位今天呢，就算年关将至，也特别抽空时间来出席今天的 Two Days One Day Success Academy。 然后在这个那么美妙的地方，你们懂这个 Putrajaya 这里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可以去吗？就是那个 cruise， 这里有一个 Putrajaya 的 cruise 要巡河啊。如果呢星期六成功学院之后呢有时间，伙伴还留在这里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伙伴一起带过去那边坐一下那个船啊，你也感觉马来西亚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地方。当然爱多美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公司，那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如何去加入爱多美。对于来说呢，我自己有自己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其实我是在吊着盐水，在医院吊着盐水的情况之下看懂爱多美的啊。那你们也很好奇，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一边吊着盐水在医院可以看得懂爱多美呢？那下一次如果我有我的成功之路分享的时候呢，你们就要出席，这样就知道了。 OK， 那我废话也不多说，今天呢既然有那么一个那么棒的公司，那么棒的产品的话呢，那请大家来容纳我来今天来向大家介绍到底爱多美呢有多棒。那我们现在开始好不好？好，通常讲到这里都会有掌声。哎，谢谢大家。那 OK， 来说到一个好的公司的话呢，当然它背后要有一个好的董事长，好的经营者，这就是我们的董事长。每次呢我跟会员分享的时候呢，我都跟人家说他就是我的 K 吧。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每一个星期都把钱交给我，而且呢是直接存进我的户口。所以他重不重要？重要，因为他是我的买房办局来的。 OK， 然后呢我也不多做介绍他，因为刚才我们那么帅的 MC 呢都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介绍，对我们的公司的老板。然后再来呢，我想说的是，到底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公司里面经营呢？今天你看这个 Fortune 杂志，我们的老板
被登陆这个 Fortune 杂志的封面。其实这个 Fortune 的杂志呢，是美国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杂志，它是一个商业杂志，不是平时你看的那些所谓的杂志，只要你给一点钱，你就可以登上封面，这个是没有办法买的，是他邀请你，把你放上封面，你才有那个机会。那你们来看看，历年来到底有谁登入过我们 Fortune 的杂志？有那个第一位，大家看得懂那个马云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呢，还有其他的啊，非常出名，大家一看样子都看得懂他是谁的人物。所以呢，我们的老板也非常荣幸的登入了这个杂志的封面。所以你们说这个产品棒不棒？这家公司棒不棒？棒啊，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单单杂志还不重要哦。你看啊，登入了封面，公司那个杂志呢，还在里面呢写了四五面的页面来介绍我们艾多美，给大家更加去了解艾多美。不止这样，上杂志在韩国已经不是一件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们公司除了上杂志，我们还上了电视台，而且这个电视台呢，它也不是一个广告，它是一个 documentary， 它在介绍艾多美的公司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么成功。试想想，在现今的社会，很多人在看扁 direct sales， 很多人在看不起传直销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公司还可以登上著名的杂志，也可以登上著名的电视台，让电视台来访问，是不是很棒？尤其是当你发现到你自己也是在那么棒的公司里面的一份子，你说应不应该给自己一个掌声？应该嘛，因为你做对了选择，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的会员呢，他都会问我到底艾多美是什么东西。其实有时候我也蛮 confused 的。你说他是一个直销公司嘛，他又不像直销公司哦。你看有那个直销公司哦，那天前几天的时候，我突然间登上韩国的网页啊，才发现到原来现在裤带也有卖哦，皮鞋也有卖哦，衣服都有卖，衬衫这些都有卖。那我那时我就开始很 confused， 我就问自己，到底这家还是不是一家传直销公司啊？为什么他卖的东西呢，那么像那些百货市场的，对不对？所以呢，我给了自己一个总结，到底艾多美是一家怎样的公司？艾多美它是一个提供奖金给会员的网购商城。你在买东西的同时，你也可以在同时经营一个事业，这就是艾多美。那艾多美他卖的是什么呢？他卖的都是一些我们平时日常上生活有用到的产品，就好像牙膏、牙刷啊、洗碗液啊、洗衣粉啊，这些东西都有卖。而且呢，当你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得到 PV。 那 PV 累积的情况之下，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奖金。所以在现今的社会呢，我们要做的呢，不是把钱花出去。如果有一份事业，或者是有一个产品，或者是一家公司，可以让你把钱花回来的啊，那个才是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应该做的东西。像平时，如果我们要买日常生活用品的话，从你的父母亲的年代开始，那我们都是去这些百货市场购买东西嘛，买Dean啊、Carrefour 啊、Jasco、Speedmart、Giant、Tesco， 都是在这里买。不过当你在这个地方购买东西的时候，除了得到一些点数，然后让你年尾或者是接近新年的时候去换一些红包袋，或者是换一些盘盘碗碗，试问他们有给过你一块钱吗？没有。像我以前呢，我是一个非常忠实的 Jasco 的一个拥戴者，每次去买，累积很多分数，结果累积到分数可以去换 coupon 的时候呢，还要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换了一张五块钱的 coupon， 而且那个五块钱的 coupon 呢，你还不可以当下用哦，你要明天回来才可以用啊。自从我认识了艾多美之后呢，发现到我以前做的事有多么的蠢。艾多美我只需要去介绍给我朋友，把他们带进这个网购商场，他们购买东西的时候，同时我得到点数，
公司也非常方便的把钱直接就汇入我的户口，我只需要拿着我的 ATM 卡去把钱领出来就可以了。我喜欢半夜去领就半夜去领，白天去领就白天去领，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大家说对吗？对。再来呢，这些日常用品呢，一直以来都是大家的负资产，因为都是花的嘛，花出去你不可能把那个钱花回来。不过当今天艾多美来了之后呢，它会让你把本来你要花出去的钱有办法的去赚回来，只要做一个小小又简单的动作，那只是把你平时用的日常用品换一个牌子，把它换来什么牌子？艾多美，对，把它换来艾多美就对了。艾多美呢，它是一家非常不一样的公司，到底它有多不一样呢？让我一一的向你们解说。它不一样在哪里呢？第一个，它就不需要注册费。像我刚才说了嘛，我是 JustGo 的忠实拥趸，所以每我去 renew 那个卡的时候呢，每年要给一个12块，然后再去申请新卡的时候呢，也是要给一张12块，那也没有钱赚。不过爱多美的话呢，你注册不用钱，你不需要缴交任何的费用，而且你注册了之后，每一年呢，你也不需要特别的去 renew， 不需要再给钱去 renew 你的membership， 你只需要购买任何一样有 PV 的商品就可以了。再来呢，我们也没有强迫性的消费。试问有那一个消费者是喜欢在被强迫的情况之下去购买商品的？像今天我们爱多美呢，就好像一个百货商场这样，如果像今天你，如果你去 JustGo 的话，你走了进去，你走一圈没有买东西，你再走出来，当你走出来的时候，那个 guard 他会 stop 你吗？跟你说，哎，你没有买东西不可以出来，没有吗？对不对？你没有买东西你也可以走出去。所以爱多美就是一家这样的公司，你加入了会员之后，你觉得那个商品你不喜欢，你觉得你没有用到的话，你不购买他也没有强迫你。再来呢，我们也没有配套。为什么配套那么不好呢？因为很多如果做惯传直销的，他可能就会说，哎， Eisten，有配套不是比较好做吗？如果没有配套哦，你又没有强迫人买哦，这样我的钱怎样赚啊？这很多人会问的问题。不过我想告诉你，爱多美呢，它就厉害在这里，它不需要有配套，它也不需要强迫你，不过你还是会去买。为什么呢？因为爱多美的产品实在是太棒了。那我来说配套到底有什么不好。你看今天很多做了传直销被传直销伤害的人，他们都会怕，因为以往的传直销强迫他们买了很多配套，结果加入这个公司买这个配套，加入那个公司又买那个配套，厨房放到满了，放客厅，客厅放到满了，露台也去放，结果搞到整间家都是产品，好像自己开店做这样。人朋友进到来，哎，你要 A 公司产品，我有 B 也有 C 也有 D 也有，什么都有。然后新年去跟朋友见面的时候呢，朋友又会说，今年你又做那一家了啊？他问你，你又做那一家啦？因为你每一年都在跳嘛，对不对？你买了很多配套，当你在买配套的时候呢，你又会出现什么事情呢？你会开始欺骗，因为你有配套你就囤货嘛，对不对？你囤了一堆货之后，当你的朋友来问你，哎，我想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我这个病 有帮助吗？有。哎，这个东西可以吗？可以，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有，什么都能。为什么？因为你要把产品卖出去嘛，所以这个就变成对你朋友的伤害。像我本身自己，我也是做生意的，那我在卖东西，顾客当他顾客来到我店的时候，这个很现实的，我相信在做如果做生意的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顾客来你的店要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他就会问，哎， Eisten， 你觉得这个红色的比较好还是这个白色的比较好？那你觉得当下我会去想红色比较好还是白色比较好吗？你觉得当下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我的货仓哪一个比较多，到底我的货仓红色比较多还是我的货仓白色比较多。如果货仓里面红色比较多，我就跟他说红色比较好，因为我要卖出去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有囤货，你有配套的情况之下呢，你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公司不要你去伤害你自己的人脉，
公司不要你去伤害你的朋友，所以呢，我们没有配套，你只需要买你有需要的就好了。再来呢，我们也没有强迫性你的去消费，不像某些公司，他会跟你说，哎，你把 credit 卡，你加入会员，你要把 credit 卡绑死。那如果你的点数不够的话呢，我们会自动把那个货物送去你家。那试问，你们会喜欢这样的东西吗？没有人喜欢，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是喜欢在被强迫的情形之下去购买日常用品。再来，为了达到像我刚才讲的，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可以不用强迫消费者买东西，人家还会继续去买呢？这里就很重要了，我们公司的绝对品质，绝对价格，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产品的价格如果它物超所值的话呢，消费者呢是不会有怨言的，他们会心甘情愿的去买。像今天以前在认识艾多美之前，去买一支牙刷可能要一个14块、15块钱一支，那现在加入了爱多美之后，那么棒的牙刷才卖4块多而已，足足省了8块多，在还没有赚钱的前提之下已经省下了8块多，这就是所谓的绝对的价格。还有呢，要知道一家公司的产品到底好不好呢，你从它的退货率呢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公司的退货率呢，在2016年呢都保持在 0.14 或以下。那退货呢会很辛苦吗？我们公司退货也并不会很难，可是为什么顾客还可以保持那么低的退货率呢？那就足以证明了顾客对商品的信心非常的充足，他们不会去退货，因为产品好用嘛，对不对？在那么好用的产品，在那么便宜的价格，在那么绝对的品质的情况之下，到底爱多美是怎么办到的呢？因为在我们的背后有一家公司叫做 BNH， 它是由两家公司一起组织而成的，一个呢就是 Korea， 另外一个呢就是 Carry。 那 Korea 呢，如果你不是很了解到底科马是什么公司的话，那我想问问一下，平时如果各位女士们想要买一些比较昂贵比较高品质的化妆品的话，都是不是去百货商场买嘛？都是在底楼嘛，那些很多counter买的嘛，对不对？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认识，你在counter那边看到的呢，有超过30%的牌子呢都是由科马代工的。所以科马呢是一家那么棒的公司，然后 Carry 呢它是一个研究机构，他是专门做研究，他不做销售的。所以在那么棒的合作伙伴之下呢，可以把我们的品质弄得那么高。不过有些人开始就会怀疑了，因为 我做生意做那么多年，只有人来跟我减价，我从来不会听到人家问我为什么卖到那么便宜。那不过做了爱多美之后呢，这个问题一直的重复，哎，Eisten，这个东西卖到这样便宜可以用吗？啊，到底能不能用的？为什么可以卖到那么便宜的？我以前还以为贵要去跟人家解释，原来便宜也要解释。那很简单，为什么我们爱多美的产品可以卖到那么便宜？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你们看，平时我们买的东西，如果你去百货商场购买的话，你觉得你给的那个100块是完完全全给那100块给那个商品吗？并不是。中间有很多的代理，他有 distributor， 他有 agent， even 都在那个高德的 sales 哥， sales 哥也要有 commission， 然后请一些韩国代理的那个明星，你还要给他代言费。这些钱呢是那家公司自己给的吗？不是，都是从消费者的身上拿出来的。爱多美呢就减掉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消费，even 连我们的包装都弄到最简单最精简，来帮我们省下那些不必要的费用，来让大家可以以更优惠的价格去购买爱多美的产品，所以我们的产品才可以弄得那么价廉物美。再来，爱多美呢它也是有一个特别特别非常特别的经营理念，它的经营理念呢就是要顾客的成功。
没有一家公司它是会要顾客成功的，他们通常会想如何在顾客的身上赚取更多的钱，所以就一直起价起价起价，让你越难赚钱越难赚钱。 你上到越 high ping 的话呢，他就让你的 commission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给你一些很刁难的任务去完成。不过艾多美呢，他所做的一直以来都是帮助消费者，一直来就是帮助我们的顾客。你看他怎么帮，你看我们的包装，这个可以 show 一下我们包装。你们有知道这个第一个这个是我们第一代的时候的艾多美六件组的包装吗？然后我想问你一下，如果今天哈，你去艾多美的网站看到我们的包装还是这样轻轻的，你敢买吗？你敢买吗？不敢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艾多美公司在每一年它都提升了我们包装的设计，一年比一年的精简，一年比一年的漂亮。它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经营者，帮助我们消费者可以更加容易简单的去介绍艾多美给你身边的朋友。再来呢，虽然在马来西亚还没有上市的 Hammer Him，但它也是大家做爱多美所认识的 Hammer Him。 记得哦，以前我有讲过课哦， Hammer Him 是水的还是粉的？水的哈，不要去跟你的下线讲 Hammer Him 是粉的哈。因为如果没有听过这个笑话的话，我大概讲一下。以前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就去问他的上线，到底 Hammer Him 是粉的还是水的。他的上线没有用过 Hammer Him 嘛，他就讲 Hammer Him 是粉的。那他下线呢就去打开那个 Hammer Him 说，奇怪，这么是水的，你不是跟我讲是粉的吗？然后那个上线，你懂他这样回答吗？他讲天气太热，融掉了。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用过，那你要知道它是水的哈，啊，不是因为天气太热融掉哈。你看啊，我们公司从以前的30包装，到达我们今天的60包装，而且呢价格不变，价格不变，这个就是一个真正为消费者为顾客群着想的公司。对，需要掌声。而且呢我觉得也蛮可怕啦，因为我真的担心有一天我们的 donor 真的会变到像我们的 dish detergent 这样大只就难了，那时我们大家的 PV 就真的很难赚啦，一罐 corner 用2年3年，对不对？不过也对我们消费者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省钱了。 OK， 再来呢，除了在容量上的增加让我们更加有信心的去介绍产品之外呢，公司也非常着重于包装设计。最近呢我们也得了很多国际认证的包装设计奖项，那也很棒。像我们的Absolute 那个逆龄组一样，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很不错的包装。还有很多不同的产品呢都已经被国际包装设计认可，我们的包装也是出得了厅堂的。不是说因为我们便宜包装就青菜不美不漂亮，然后包装也很漂亮嘛，各位说对不对？对对，要说大声一点，要有信心嘛，对不对？对。然后呢，那我讲了那么久，真的讲了那么久，那我想问各位大家，如果你以后家里生活日常用品用完了，那你要再买的时候，请问要去哪里买？爱多美。对，是你讲的哈，不是我逼你的哈，我没有在强迫消费哈，是你自己讲要去爱多美的哈。因为有时候呢，你可能会去介绍给你的伙伴的时候，你的伙伴会跟你说，像今天可能也介绍那个洗衣粉跟洗衣液给你的伙伴。哎，你跟他讲，哎，爱多美洗衣粉洗衣液很好嘞，哎，你要买嘞，然后他就会跟你说我家有了。那可能那时候你就很失望了，他家有了怎么办？那我想问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谁的家没有？谁的家没有？谁的家没有洗衣粉的？有嘛，对不对？不管什么牌子他总会有嘛，对不对？所以当你听到他讲我家有的时候，你需要绝望吗？不需要，因为别的品牌的洗衣粉洗衣液的产品和爱多美是没有得比的。我们要给我们家人用的东西就是要用最健康最好的产品，大家说对不对？如果这个产品用了会危害你家庭身体健康的话，那请问你还要继续的去荼毒你的家人吗？
难道是为了早一点分财产吗？不是嘛，对不对？所以呢，当你听到你的伙伴跟你说他的家有的时候，不要失望，不要绝望，好好的跟他分享就可以了。那我们要如何开始做爱多美？很简单，就自己用用看，先用用看先，因为你没有用过的产品呢，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就像我刚才给的例子一样，因为那个大哥没有喝过 Hemohim， 所以他以为 Hemohim 是粉的啊，因为他没有试过嘛。所以你自己本身你要去用用看，你用了之后呢，再以你真诚的 experience 经验，你再去听听看，哎，觉得这产品哎用了不错哦，然后我就去听听看，像大家各位今天在做的，就是来公司听听看，到底这家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那听完了之后觉得不错，可以试值得一做，那你就去以一个消费者的身份呢，再去跟人家分享就可以了。因为卖产品、卖东西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情。我们做爱多美，我们不是在卖东西的，我们只是真心的去分享而已。就好像你看到了一家很好吃的炒粿条，你会去跟你朋友说这家炒粿条很好吃，一样的道理，就是分享而已，你不要去想到会赚钱。那在分享的同时，当然如果他加入会员，他再去购买，你又无端端可以领到一笔钱的话呢，那就是更加好了，对不对？再来呢，就是我们老板呢，我们董事长一直有说呢，人工智慧渐渐的在取代着人类。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的公司一直有一个很好的经营目标呢？就是公司一直希望减少公司里面的运作人员，让这些花费呢可以省着下来。然后如果呢你们想自己试试看的话呢，你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像我们订货啊，如果你自己本身的名字在订货的时候写错，其实你当你收到的时候呢，他就跟你写打在那个电脑上面 order 的那个字呢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代表了什么呢？就是你下单到送单，在这个中间的情况之下呢，你那张单呢是没有经过人手去做的，就是完完全全的电脑化。像当时今时今日呢，像非常出名的淘宝，每一天呢都在处理着成千上万的包裹。如果你们有去 YouTube 看看一下马云他自己淘宝的货仓的话，你会叹为观止，因为在整个货仓里面呢，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这个也是我们公司一直积极在朝向的目标。当然，当你在非常的沉醉于自动化的同时呢，当然我们人类也会受到危机啦，对不对？因为很多事情呢，我们都已经被电脑所取代了。像今天你看，你想来 ，OK， 你想约你的伙伴来这个成功学院，以前的话是不是很辛苦？你要跟他讲哦，你直行转左，睇到交通圈有。又灯又这个又那个又这个，你又看到什么 restaurant， 你在那里那里那里，讲得很辛苦嘛，对不对？像今时今日的话要怎么样？电话拿出来 location share 一下，要不然呢他去找瓦姐，瓦姐是谁？瓦姐是 Waze 啊，要听瓦姐讲就可以了。所以你嘟一嘟瓦姐跟你讲 Everly Hotel 在哪里，你就驾着车跟着去就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什么？那些靠认路来赚钱的人，司机even though 像我们现在刚刚崛起的 Grab Car 或者是 Uber Driver， 他们也将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慢慢渐渐的，有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统计呢，这些工作将会被取代掉。 Grab Car Driver 啊，送货员啊，这些都将会被取代，尤其是工厂的员工。不过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做爱多美啊，那你们是不会被取代的。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还看不懂爱多美的，还在做其他的工作的话呢，那你就要快点跟他们祈祷，还有呢叫点他们快点做什么，做爱多美，那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危机了。 okay， 所以呢今天出去呢敢敢的把爱多美介绍给你的伙伴呢，其实你也是在日行一善。再来，一个拥有非常好的产品、非常好的理念、非常好的公司，那要令
一个人可以很简单、很容易的成功的话呢，那艾多美的成功系统就非常重要了。艾多美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成功系统，它不需要你特别的帅，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像 Eisten 这样帅啊，对，所以你不需要特别的帅，你也不需要特别的聪明，你也不需要特别的会讲话，你只需要听话照做就可以了。那如何听话照做呢？我们艾多美有什么？有中心说明会，全马来西亚有150多家中心全天候为您服务，你只需要走进去问问就可以了，基本上任何地方都会有我们的中心。那中心每个星期都会有分享会，可能你自己的人就比较内向，不知道怎么如何的去跟朋友解释到底艾多美是什么，你只需要想尽办法把你的朋友带去中心分享就可以了，就算把他们绑架过去也好啊，那没关系。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公司也有很棒的一致研讨会，一致研讨会呢每一个月都会有，那这一致研讨会每一个月都会有，它也不只是在 KL 而已，它在每一个大城市都会有一致研讨会，来帮助各位会员成功。公司会邀请很多很棒的讲师，很多很棒的领袖上台为你的会员们做解释，你也只需要做一样东西，就是把你的伙伴带过去就好了。我之前曾经听过一个皇冠大师讲，可能有些会员他会跟我说，哎，圣很累嘞，每次我来成功学院啊，每次我来一致研讨会都是我一个人来的。那我曾经听过一个王冠大师说，他前六个月加入爱多美的时候呢，那前六个月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来成功学院，那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你有没有像刚才我们美娜说的，坚持到第36次领取你那丰盛的奖金，对不对？所以呢，在座的各位，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的话呢，你要坚持每一个月的都来。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成功学院，成功学院最重要在哪里呢？我觉得成功学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可以让所有非常有正能量的会员积极在一起互相鼓励，尤其是等下我们会有的那个 mastership promotion，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人上台去领奖，你会增加你自己的信心，你也会希望下一个上台领奖的就是你。所以只要跟着这个爱多美的成功系统，你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在爱多美里面取到成功。那今天我呢在这里呢就做一个小小的缩减版的 wrap up 今天所有我想的东西。爱多美如何帮助你呢？第一点，它是一个独占性的生意来的。今天如果你去跟你朋友分享，你朋友来问你，哎，我想买爱多美的产品，那如何去购买？你只需要说，爱多美的产品只要你加入会员就可以以会员价购买了，而且加入会员是免费的，所以他会员就很容易接受啊，他可以加入会员。那再来呢，就是它是日常用品，因为日常用品呢你会自动的去消费，像今天如果我把一个牙膏和一个牙刷放在你面前的话呢，我不需要去教你如何用牙膏牙刷，你也会去用啊，对不对？像我如果把那个 dish detergent 交给你，你不可能因为那个 dish detergent 前面有两粒柠檬你就以为它是柠檬汁嘛，对不对？哦，真的是不是柠檬汁来的哦，不要等一下有人傻傻真的是新年给我买10罐8罐，新年的时候朋友来他家他泡2罐给他喝，哇，那个就完蛋了。 OK， 然后呢再来呢就是高品质低价格，一个好的商品以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在售卖的话呢，消费者是可以非常非常容易的去接受它。再来回购率非常的高，如果你本身自己有试过去分享爱多美的话，你会发现到爱多美的产品当你分享给你会员的时候，他们的回购率通常都会很高。就像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我就每次给我的邻居骂的，为什么这个你不介绍我，为什么那个你不介绍我，这个这样好你不要跟我讲。所以呢，爱多美的产品你只需要把一两样产品介绍给他们，他们自己会发现好，自己会再去找产品找资料，他们自己反而来骂你为什么没有介绍给他。再来呢，
非常强的公司背景，刚才我已经有说过了嘛，对不对？我们后面有谁？有一个百年企业和一个韩国国家自己做的研究院，在我们的背后支持着艾多美的产品。再来，我们的退货率非常的低，只有好货的退货率会是非常的低，所以艾多美就是一份好货。那这那么帅的董事长，那么帅的照片，当然要跟大家讲，在做艾多美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秉持着一个很棒的原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艾多美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正道顶上，以正直和善良的心去经营艾多美。我们不要做抢线，不要做囤货，不要做在伤害其他人让自己得到利益的事情。所以呢，只要你以正直和善良的心情去经营艾多美的话，相信要成功的日子呢并不会太远。所以呢，我的分享呢今天呢大概就到这里。我希望，我还有一句话要讲，那这句话很经典，我上线每次讲的，不做艾多美你不会怎样，但是做了艾多美你就会不一样。谢谢大家。